没钱了，我就剩22了。我也没钱了，我还剩7块钱。TT 买 TT。带强光手电筒就好了。我是那个死定了的，要手电筒是吧？要手电筒，完了还有强光手电，其他好像都有。强光手电，普通手电不要带。有圣木，其他都有了，其他我都割了。你们怎么没钱呢？怎么？那天晚上最后一盘干掉我2000多。2000多？啊，一盘能用2000多？那一盘的所有东西全是我带的。你就想之前权威带每次都是他带，你看他每盘得拿多少钱？带的东西越多，然后赚的钱越多是吧？一样的，赚钱是一样的，只要你不死就可以。哦，我出钱，我4000多，我操，能白嫖为什么不白嫖啊？你在教我做事啊？点个烟。准备一下吧，等一下啊。哎，有意思，看了个新闻，我被骗到身无分文，网络结缘成功人士，杭州老板娘被骗430万。哎呀，老板娘杀猪盘，不知不觉投了430万。哎呀，哎呀呀！好，开始了，开始了。推理，柯南推理，什么大野夫的什么，大野夫的什么什么音乐？大野夫。All right, we're here. Take a look at the equipment and prepare accordingly before starting the investigation. I've also written some notes on the whiteboard if you need them. This game sounds familiar. Got the intel. Looks like this is going to be a tough one.运动传感器没带吗？啊，就那没带，其他都有。不会吧？你们买这个声音传感器干嘛？这个根本都用不到啊。要不要重开？重开不够钱。那个是通灵盒。画质模糊？怎么可能画质模糊？我电脑都没关机，跟昨天画面一样。你那看见是有一种雾蒙蒙的效果，我也看的是，不是你视力问题，好像都没有，啊，不是你的视力问题，不是你的视力问题，对对，你电脑就是有点问题，不，游戏设置吧，应该感觉，不是啊，昨天有一层雾啊，有一层雾，闹鬼了，确实，你。真的看你就是一层雾，
看我一层雾，雾蒙蒙，真的，不骗你，不骗你，看你直播就一层，对对对，一层小雾，真的假的？不要吓我呀，我害怕呀，骗你干嘛？真的是，哎呦，不会吧？你手机看一下，来，我手机看一下啊，等一下，大家等一下，不会吧？然后你再看天天的，两种效果啊，就是。你这是不是游戏渲染开太高了？昨天就没动过这游戏。之前有这个问题吧？没有啊，没有这个问题啊。你看看我，非常高兴跟你对比一下。耶？为什么呢？不知道。我感觉好像是游戏的问题。应该是游戏。我看游戏也这样。你要不就出去看看设置。嗯。哦，我直接退了啊。奇了怪了啊！你们看屏幕没有是吧？屏幕没问题对吧？直播屏幕没问题啊。就这游戏啊，就这游戏问题啊。对啊，直播屏幕又没问题。Welcome back. I prepared some jobs for you. Oh, 分辨率 720p, 分辨率没改。好家伙！我说什么有问题？720可还行，牛批牛批牛批。720。165赫兹，都不是 OK 了吗？舒服了是吧？舒服多，舒服了，144赫兹吧，这165感觉太高了，赫兹无所谓啊。Looks like there are others out there in need of help。感觉昨天也这样玩的吧？我昨天也这么玩的，昨天没人提示啊，没人说这个事。昨天我感觉也萌萌的，但是我昨天没人说。今天有人说，来进来吧。多少？进来吧，进来吧。857253。鬼魂之书。又模糊了，你们看一下，是右边模糊了吗？一下空格，空格呢？模糊了吗？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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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那错觉是吧？那是他们的错觉哦。
可以可以。圣木传感器，三脚架，都带好了吗？运动传感器啊，运动传感器没带。那我带吧。我买，我买。啊，那你买吧。画质可以调暗，我加码值调的高，亮一点。啊，伽马值调的高，亮一点，你没看到吗？亮一点就会亮一点。对，而且我特效开的也高。我再看一下啊。怎么说？不舒服。Take a look at the equipment and prepare accordingly before starting the investigation. I've also written some notes on the whiteboard if you need them. I've got a report that suggests a possible ghost sighting. 没人打过电话。喂。The owner left us a key. It's ready on the desk for you. 呸！就这样吧，就这样吧啊！不要在意这些细节啊，我们玩的是娱乐性的啊。带个强光手电筒。比昨天清晰多了，妈的，昨天我咋都糊啊，你看我这手指的裂缝都看到了，昨天我是根本就看不到啊，我很明显的感觉到这比昨天的画质高多了，妈的，昨天我是怎么玩下去的啊，我都很好奇昨天我在玩什么，哈哈，昨天他妈一个人都没说，我操，一群观众看着他妈的看着看懵了，很多可能昨天观众就以为是这样的啊。说明我昨天我不认真，我都没注意，我调游戏调好了之后就不会再调了，哪知道它设置。哥，你手电筒拿个强光的呀，你这个手电筒太暗了。是强光？啊，不是吧？那你试一下我这个。我试一下你这个。红边的，你试一下我这个。哎，我操！不是你拿的不是强光的，短的是强光是吧？哎，短的是，我看它那么长，我就知道，我还以为长的好，短原来是短的好啊。那金刚，你说长的好还是短的好啊？金刚，你觉得呢？你开心就好。哦，不是，我是问你呢，你觉得？你开心就好。啊，我开心就我开心，我开心不了啊，这我不知道。那你们先进吧。你不找电箱去？电箱好像就在前面。电箱，这边吧。电箱在楼梯处。楼梯处。好，可以了，可以了，开灯，开灯，全屋开灯好吧，整个屋子开灯好吧，
这是个农舍。喝酒吗？什么？现在温度还没有。哟，是把灯关了？灯怎么关了？灯怎么关了？电源坏，电源再开一下，电源再开一下。我把所有灯往上调了啊。电源开了吗？开了，开了。可以，可以，可以。他们说灯不能开太多会跳闸，是不是跳闸了 ？KK 好像掉了。我突然掉了。不会吧，你就掉了，鬼把你电闸拔了。现在测温度没有用，要过十分钟，关了电闸之后过十分钟测温度，过几分钟好像可以测温度了，可以测了，可以测了。哎，不对，测不了，又跳闸，又跳了。把闸打开，不然测不了温度。开了。哎，我怎么感觉是楼梯鬼啊？房间里面都十来度，楼梯这边。是楼梯鬼吗？温度计就是我们开了电闸之后，整个房间再过个五分钟，然后再扫，整个房间低于十度的就是鬼在的房间。找到了鬼在的房间，用 EMF 来探测鬼魂强度，然后运动传感器，然后把鬼魂测出来，然后做各种仪式把鬼魂叫出来，叫出来然后拍照，然后推测一下当前这个屋子里面是什么鬼。游戏捉鬼专家。鬼魂如果不动的话，我 EMF 也测不到啊。看看阁楼。一个丑女跟你表白怎么办？那你想怎么办嘛？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呗，问我干什么？斧头，斧头有什么用啊？有个骨头，有个骨头拍照啊。拍了。现在还不知道鬼在哪里，还不知道。我现在变得好难啊。现在温度还没降下来。我这样，我这样，一层零下十一度。零下十一度。鬼叫什么名字啊？这鬼，米歇尔·汤普森。米歇尔·汤普森，这个房间里吗？叫、哦、对对对，零下十一度，刺骨寒温呢、啊。这不是房间、啊。这边怎么是红的呀、啊？就那儿。啊！鬼在你后面。哟！我靠！好吓人！放东西，放东西，灵球，灵球，拍摄一下。我们可以从这边进啊。那这边呢？看到没？一进去就是鬼。把东西带到这边来，是吧？这不就方便了吗？我快把温度计丢了。
把东西都带过来吧，该带的全带。哎，猎杀了，完了！哎呦呦，你在里面啊？喂，我想放个东西再出去，那鬼在追我。我没了，啊、你死了？咱说对吧？你什么都没干、啊，包拿个镰刀在追我。你什么都没干你就死了，刚找到鬼。那是我们两个人吗？要不收队吧，下把。那下把吧，他都死了一个，还掉线一个，我操，那玩个屁。行，你摁这先蒙一个。我蒙一个。死灵吧。妈的，一个任务没完成，尸体都没拍，我操！幽灵，报酬45，还要报酬啊，45，幽灵。来 KK 进吧。嗯。这有什么好耻辱的？可以跑路啊。这没有机会了，这还搞什么？炸鱼吧，好久没炸鱼了，炸鱼。哟，你们想玩吃鸡不？等会玩两把吃鸡啊！好久，妈的，好多年没玩了。你要玩吃鸡？我不知道、啊。你确定？现在有人机。现在吃鸡有人机。哦。是吗？可以赌两把吗？看看我厉不厉害，我不知道我厉不厉害，我厉害你就知道了，厉害。带东西，带东西。带带带。自己吃自己吃，什么东西啊？我尼玛！你们这是没有用的东西就不用带了，我感觉。运动传感器。对，运动传感器啊，那些东西有什么用呢？还有普通手电筒也不用带、啊、那个是你的默认的、啊、哦，我不是被封号了吗？哦，也对，要不我号见你，不用了，算了。不是解封了吗？金刚在黑雾是吗？我靠，冤死了！你有黑我吗？我在吃饭。金刚，听说你喜欢秘鲁币啊？啊？默认了，无话可说。可以可以，老毕抓住机会啊！双层龙啊，就这个吧，就这个，来准备准备，搞起搞起。好人难当啊！我操。小队成员之一见证灵异事件，用运动传感器检测鬼魂活动，用十字架阻止鬼的猎杀。现场结婚要份子钱是吧？那没问题，给他200块嘛。你们一人给个1块钱啊，我给个200块，这已经差不多，您可以了啊，领够了。
不就份子钱吗？谁没有啊？操！强光手电，这个是强光手电吗？哎，这个他妈的不是手电筒，啊，这个是。我不得帮观众一人上一块，我帮你们一人上一块，上什么？我替你们出是吧？那不行，那不行。为什么二弹是300？因为我跟二弹铁一点，跟金刚吧也就200块吧。跟老毕呢？汪总，嘿，汪总要是二婚的话，可以给个1000块嘛？看他有没有这个胆子，拿着1000块钱。店家在二层，你自己开一下。哎，骨头，我这里有一个，来，我这里有个骨头，里面有相机吗？我去拍一下。来来来来来，我这里，我这里。来来来，董伟啊，董伟不倒给我钱、啊，董伟。我参加他婚礼，他不要给我出场费啊！我操！不会是想让你当司仪吧？是不是？我不要面子的呀，免费啊！啊，虽然我是个小主播，但是我就不要面子了呗。结婚啊、哎，我这里一度，一度，二层，二层，来最近吧。门口零下一度。门口零下呢？门口，零下5度。这楼梯口就在这楼梯口，鬼就在这里。来，把东西带过来，圣木烧一下，来，圣木烧一下，打火机，打火机。观众，你们结婚呢？一人随个100块钱嘛。嗯。等你们结婚了之后啊。脚印。有脚印吗？太严了。我拍一个。哪里？赵岩。不是你赵岩没有用啊，你得把指纹弄出来，我拍啊。鬼魂踩岩了是吧？这门一关，你们马上要死。你们为了100块钱结婚吗？那我还真不信啊。那你们接吗？你们接我包给，我包给啊，包给。也埋伏5星。嗯，我怎么没测到啊？我们俩都看到了。DMF 五级加刺骨寒温，脱口气了。书放了吗？幻影或者女妖，灵球或者是指纹，
他会攻击任何东西，一次攻击一个人，弱点害怕十字架。指纹扫一下。我在找。星球没有，现在没有。给他拍照会让他暂时消失，幻影不怕，拍照就会消失。哎呀呀！看到了。什么？吓我一跳！他刚才出来了。对，权威长。miss 结婚，我操 ，miss 结婚彩礼给88888888，好吧，888888，好吧。结嘛，他去结嘛。让他结嘛。嗯。等个烟。不是彩礼啊，随份子钱。但是结婚的时候随200，孩子出世的时候随888888。没有圣木的任务。运动传感器。没放吗？运动传感器没放吗？打过去了没放。我来放。好了，十字架图纸。我看了半天也没有灵球啊。那就有可能是指纹，指纹，拿个荧光棒过去来，最有可能是幻影，拿个相机，指纹，指纹，相机拍一下这儿。等一下，等一下，我来了，我来了，等一下。来来来，指纹，女妖啊！对呀。拿指纹，哪有指纹？这儿。没看到啊。把你灯关了。嗯，我拍到了吗？拍到了。拍到了。拍到了是吧？来，把他叫出来，叫出来，拍鬼了！站点，站点，来进来站点吧。看一下叫啥？他叫啥名字？把他叫出来。我去看一眼。托马斯·鲁宾孙。托马斯·鲁宾孙，怎么这么绕啊？这名字啊，死了妈呀！这是。头怎么都塞进去了？哎，哎，我怎么奇怪了？我操！走啊，走啊！等我一下啊！还有一个十字架在哪？屁股后面。十字架呢？书怎么动了？就这一个。就带了一个十字架吗？这里还不是我一个。门口就没有，你得放在他刷新的点。把十字架给我来。来，你叫他来，进来拍照来，进来拍照，外面拍不到，我们到这个旁边来就行了。我站这拍吧。Thomas Robinson。把门关起来。谁进来？谁？把门关起来了。把门关起来。托马斯。
鲁滨森，那他爆出了。不要怕，托马斯，托马斯，鲁滨森，托马斯，鲁滨森，托马斯，托马斯，罗宾森，托马斯，托马斯，你在吗？托马斯，给我一个响应。你在哪？托马斯，托马斯，你在哪？给我一个响应。你来。你别笑。托马斯，鲁宾斯，你在哪？托马斯。你在哪？你出来一下。呀呀！哎呀，门关了。上二楼了。上二楼了，上二楼，我看到了。他下来了。下来了。鬼拍着了。我看你们在跟他绕圈圈呢。呀，这是女二只追一个人，对，只追金刚。就追的我，哎呀，追怎么是你啊？哎呀，我操！来给他尸体，给他拍个照来，赶紧出去。我尼玛，你相机用完了？还有相机吗？还有没相机啊？有。你去把他尸体拍一下。嗯。哇，这第四个没有完成啊，不过差不多了啊，完成三个还可以啊。我这拍照技术跟谁学的啊？你猜？怎么说？拍到了吗？拍到了，我们可以收队了。拍到了，走了。马鞍山怪西，我是那种人吗？我奖励180块，180块。怎么感觉最高难度的不是300多吗？怎么才180？我们是什么没拍到吗？十字架阻止鬼猎杀，用十字架阻止鬼猎杀。哦，对对对，有一个任务没做。疯人院才多，疯人院多什么？成天迟到，你说我迟到，你有什么证据吗？有什么证据我迟到吗？没有吧？我你妈，这都是几个大图啊！我操！来玩一下这个来，东西带一带了，东西带一带。开播59分钟，我操！我刚才断播了呀，重启了一下，电脑卡。我不能重启一下吗？电脑卡了，我连重启的资格都没有了吗？难道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小主播，我连重启的资格都没有吗？都不让我重启？我再给你们所有人讲一遍，所有观众朋友讲一遍，怎么都可以，但这个直播间不允许打出胖子两个字，我很讨厌别人这么叫我，也是不尊重我，其他怎么说都行，我都不会跟你们生气，好吧。啊，点个烟。
运动传感器呢？带了。呸！这尼玛，准备准备。你们现在是不疼我了是吧？我操！谢谢。你们是。